大家好，大家好。好，昨晚睡得好吗？睡得好，好的举手。不好的举手。奇怪的，我睡这么久都睡不好，你们都一晚就睡得好。不可能啦，不可能说睡好啦。我跟你说，但是我跟你保证，你们晚一定睡得很好。因为晚上你们立到那差十点。有的小组吼讨论搁较济，咱这个咱后边三位小姐来坐到头前好吗？就是你们三位啦，你们三位小姐坐在前面来，来快点，坐到头前，来啦，我甲拍手欢迎一下啦。因为吼，卖有空位啦，迄、那个有的，来坐位头前，这一二三拄啊好，恁三个会当坐拄啊好。迄、那个，各位吼，伫这个所在，每一天的迄个早起七点半吼，与秘书长有约，因为我呢利用足侪时间啊，含各位吼，加讲一寡话，是安怎讲加讲一寡话？因为恁即马伫只上上的回去吼，无一定记得掉啦，吼，你不一定记得掉，所以一定按来。七月七一，吼，今日是六月二十二号，吼，七月七一礼拜一，拜因吼。拜一的时阵做 U C 报，咱要订一个半版，大概应该是 A7 啊，第七版吼，要订一个这个广告，哈，这个广告内底标题啥？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你怎么看广告？你拢受过训呐？恁等于吼，一旦甲你的朋友臭屁一下，你用安尼你算算啊，七月七会订广告的款哦。我甲你保证一定会订。但这个广告一个订落去吼，你要。替你说明是最好的机会嘛？你普通是你的朋友，无要相信的，甲你吐槽的。七月七，摕这个报纸，甲伊讲，这个报纸讲什么物件，你嘛爱知啊？这个报纸呢，我为这个叫做1895年，1895年的4月17号，《马关条约》，为迄个所在开始讲起。讲了后呢，《马关条约》啊，将就是。大清的拓殖，台湾是清朝的拓殖地。恁有看到迄、那个亚洲？昨你看迄地图有啊？台湾敢那是迄个一个牛啊，安尼哇，蚕呐、啊，哈、哦，蚕丝的迄个蚕，牛啊，哈、哦。伊是起是伊的拓殖地，伊的拓殖地才可以割让，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1915年，日本天皇建立台湾主权。像咧1915，就是1915年的时阵哦。伊用征服、征服、战争法用征服，但是用英语讲砍开，那台语较简单的就是吼，打败啦。日本的天皇打败高沙族，让高沙族所有的人拢爱听伊的，迄叫征服。所以全台湾征服，台湾甲1915年迄个时阵开始啊，才有这个 sovereignty， 才有主权。所以主权是要靠建立。政权来建立主权，所以日本迄个时阵建立了台湾，说头一摆啊，头一次台湾有主权，所以是1922年的2月6号，迄当阵财经协定，九个国家坐19条，甲承认讲哦，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甲平哦，咱就为迄个所在开始讲啊，但是呢，有一个真重要的日子，就是1945年的4月7日，日本天皇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宪法，明治宪法。照万国公法，为迄天开始，所有的台湾人变做日本天皇伊的臣民、臣民。但是迄个时阵，日本人嘛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哦，所以日本人甲台湾人迄当阵是地位共款的，无分啊，迄当阵已经无分，咱叫做日本台湾人，伊是叫做日本的啊，做日本人。其实两边拢共款，但是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战败以后啊，麦克阿瑟伫1946年改伊个宪法，佮改一个日本啊，大日本帝国变做日本政府，好、哦、所以日本政府的时阵日本人变做日本天皇伊个国民。第二点就是讲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日本天皇战败投降，由这个日本政府啊，以这个叫做和平宪法。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征服者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有处分权，但是日本天皇
仍然保有啊台湾的主权。哦，因为这个后壁这个日本人，日本天皇照常有台湾的主权，伫所有课本拢袂甲你写，因为中国人写的册绝对是应由中国人来做主哈。啊，这点呢，啊，咱希望咱各位哈，啊，我来爱来了解。过来，1945年九月初二，九月初二啊，就是这个麦克阿瑟，伊代表迄个杜鲁门啊，啊，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啊，委托蒋介石啊，伫这个代管台湾甲越南，伫这个时间点以前啊，伫日本的台湾已经有户籍的，甲伊的后裔啊，拢是本土台湾啊。这就是2006年十月二四。我林志兴代表228个的台湾人控告美国总统、美国政府的时阵啊，这个美国的翻译甲我问讲哦，哎呦啊，请问嘞啊，什么台湾人啊？台湾人的认定是咩认定？所以你唔能叫讲哦，哎，我伫台湾出世，所以我台湾人 ，no。伫法律上未当安尼讲，什么人叫台湾人？在1945年。八月十五，还是九月初二？九月初二是签投降书，迄个点开始，住伫台湾即块岛，啊，是讲伊个后裔，伊后伊个子孙啊，咱就伊个子孙啊，伊个子孙拢是叫做本土台湾人。哦，啊，这是美国法院认定的哦。所以后摆明年美军啊入来时，伊要认定台湾人哦，一定照这个原则去做。啊，所以呢，你爱。这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哦，你若无请的，爱肯请起来，放在身边无歹处啦嘿。过来，第四点嘛，1945年十月二五，美国军事政府委托流亡中国殖民政权呐，代替占领台湾到今日，征服者美国总统会当看情形，随时收回啊代管的占领权。即马美国开始采取行动。你敢看哈？三军司令部取消，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有啊？有的请你举手。哦对啊，你也看啊，三军司令部取消什么意思？无三军啊嘛，指挥系统无遐嘛。啊，表示讲台湾啊呐，马上就无军队啊。啊，即摆还阁有军队，你讲奇怪，我都还阁看到兵啊嘞，有，因为伊迄个预算啊，下半年度的预算还未用完嘞，一定要用到今年的年底。安尼，这个三军的这个编制都无呀，所以三军本来是215,000人，但是即马开始要改做120,000人，120,000的军队，但120,000唔是叫军队啊，也甲日本同款，是叫做自卫队。因为当年日本的军队美军甲占领的时阵，伊将日本人的军队甲解散，啊留落来，留120,000。即马同款，美国要求中华民国。部队要取消，留120,000，这个120,000会当后摆变作自卫队，还是海巡署？啊，因为咱去用占领的人，咱袂使有军队，啊，我们不可以有军队，我们只有保护咱的治安可以用120,000。第五点呢，2006年十月二四，啊，这个本土台湾人啊，我顶哈228个为着法律的真相，开始控告美国总统。啊，这个2008年的二月七日，由本土台湾人啊，做照这个《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万国公法》自卫权啊，宣布成立啊台湾民政府啊，同时呢向全世界194个国家 announce 宣布。啊，这个向194个国家宣布的时阵啊，有三个国家甲咱回应，第一个日本，所以日本的外交部马上写一张批给咱，伊写。台湾民政府啊，秘书长啊，林某某，这个那张批代表什么？在国际上、法律上代表日本政府已经承认台湾民政府。过来就是美国政府邀请咱2010年的七月七日底下设办公室，九月七八给咱办酒会，五个单位来参加，美国的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啊，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啊，甲 CIA 五个单位来参加，这代表啥？代表美国我那承认台湾民政府。啊，第三个国家恁想袂到诶，一个伫迄个啊做太平洋话，有一个叫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恁知伫对无？土地足大地，但是吼、哦，你甲表面上看，伊拄啊恰做两地，有一条线，原来是新几内亚诶，这个国父啊。
因为这个国父是留日的，跟我同样同样留日的、啊、所以我跟你说的时候，他说、哦啊、咱两个都留日的呢、啊、他来承认，但是他后来跟我说、哦欸啊、现在中国一年给他2000万美金呢、啊、你可以给我吗？要是有2000万美金我要怎么给他？我说、哦、你先跟我承认、啊、后来、哦、我如果这种、哦、吃了给他，但是后来这种敢要给他不行呢？我拿台湾人的钱给他，你若要给你2000万，没他也要给我们，他的那个国防哦交给什么 Australia。 我说、啊、不然你国防交给我，我给你保护、啊、如果所以我们来做兵、啊、我们来拿钱呢，不可以 白替人做兵呢，对不对、啊、你有赞成吗？当然是后来才说啦，要给他2000万我是没办法，我如果给他2000万，台湾人给他拿着他给他签的、啊啊、是就这三个国家、啊、马上、啊、在我们、啊、这2008年2月1号宣布了，这三个国家谁跟我们说我来给你承认、啊、其实日本跟美国承认这样就好了，这两个国家承认全世界都承认，不用烦恼了。过来呢，第七点，2009年四月七日美国联邦法院、啊、判决五点，这真我上课已经说过了，你们在初级班我跟你们说过，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再跟你们说一个消息，我是明天要给你们分享的，在昨天周日6月20号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正式同意，你如果台湾人你没要承认你是中华民国国籍的，你可以宣布放弃。这以前他们办不到的呢、啊、现在我们如果宣布放弃以后，因为人权公约有规定每一个人不可以没国籍，一定要有国籍、啊、如果我们放弃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申请什么台湾政府的国籍。嗯，安尼拢听到拢点点的哦。安尼来遮规波就是要摕台湾的国籍，敢毋是？啊，你即马摕是中华民国国籍呢？啊，中华民本来不爱甲你放呢，美国即马甲讲你要放，你是占领尔，你无资格。啊，伊即马公文即马伫我遐，我明仔载分互恁呢。伊6月20号呢，欸、你卖即马办啊，拜托，大家统一来办啊，卖讲你大声啦。你提供你，我第一放弃中华民国国籍，袂使啊！大家做伙办，因为你办了后，马上爱发啥？爱摕迄个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的啥？的护照啊，旅行证件啊，做伙办啊！唔通先去办啊！你唔通听听先去办啊！我先跟你讲啊！欸、你袂当先办呢、欸，我讲实在呢、欸，大家做伙办啊，好冇？好冇？好，举手。哦，啊，你若偷去办，你巴肚疼，我先跟你讲啊。咱台湾人哦，足侪拢偌计较咧，一日听着较紧手大声，这好消息啦！欸，咱两年半等啊，遮久，即马中华民国正式的，伊本来不爱互恁放弃呢。哦，你是我讲你中华民国，欸，咱当时去互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咱当时合并，你敢知？知影举手？你知影？伊免讲啦，伊拢上过课的。1946年1月12号，伊行政命令。捷参至0387号，甲你规定讲吼，为1945年10月25号迄一天开始，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啊，你看到几咧？迄要申请国籍有三条，国际法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意愿，就是你变作中华民国，你要有意愿呐；第二，爱自愿，我家己愿意的；第三，爱合法。伊拢无啦。中华民国阿爸拢无合法的啦，我问过我的老爸老母讲，阿要甲你变作中华民国国籍，你敢有同意？啊，当时变我嘛唔知，我爸妈讲伊唔知，啊，你敢会知？你都唔知啊！我若甲你问，你讲、嗯、我都生出来就是啊 ，no。咱的老爸老母拢无同意，老爸老母有啥同意书在举手？你拢唔知啊啦，唔是，拢确实拢无啦。啊，所以迄当英国甲美国甲抗议三摆。伊中华民国外交部有这个文啊，美国跟英国连续三次抗议，讲我跟你讲哦，你怎么变成中华民国国籍，我不爱承认哦，一直到今日为止，拢无承认。因为1946年1月12号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咧，你哪会知讲台湾要交你中华民国？而且中华民国蒋介石跟麦克阿瑟是讲哦，我们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暂时上台湾人拢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啊！你即马方便，我即马不方便啦。我台湾人不方便啦，你也嫌我，所以一直甲弄啊！即马6月20正式甲咱回批啊，伊同意，
你若认为讲你毋是中华民国国籍的，你会当甲伊申请放弃。啊，那咱一个放弃的时阵，叫人权公约里面，我们就马上要申请台湾的国籍，正港的台湾的国籍。所以台湾，咱即摆是台湾民政府，但是美国会先允准咱台湾民政府会发迄个旅行证件。啊，若有旅行证件，摕着即个旅行证件顶完，对下你的国籍是啥？台湾。哦，看到这偌爽的，对不对？那、啊、你怀疑无？所以恁来上课吼，定定拢有啥有好好消息啦。啊，这张迄个公文吼，我明仔载发予你。你摕上个啊，会当去人点。你也看，你也看，阮上课有这个好处，你啊看，阮拢知影上新的消息。阮马上中华民国国籍要甲摕掉啊。啊，那这个消息即马一个，我即马伫网顶开始公布以后吼，尤其这个护照开始申请的时候，我甲你保证啦，绝对爱排队的啦。各州拢会排队啦，因为爱有迄张身份证的人，才会当来申请啥？申请护照、旅行证件。啊，有身份证、有旅行证件、车牌，嘛是台湾民政府，嗯，啊，都差不多拢咱的呀。啊，你若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变作中华民国法律，袂当管咱的。这我先跟你讲哦，袂当管你，你袂当作奸犯科啊。哦，即马无人管啊，我来抢劫，袂使哈。伊要给台湾当局啊，无中华民国是无唔对，但是有一个叫做台湾当局 （Taiwan Authority） 迄台湾关系法咧，用这条给你管哦。所以你袂当你变作台湾籍，你虽然唔是中华民国国籍，你台湾籍袂当讲安尼就损失啥吼，不可以哦嘿。过来就是第八点吼，2009年八月七日，美国的最高法院伫审理的时阵啊。美国政府宣布放弃抗辩权。在美国的法律里面，被告放弃抗辩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投降了，我承认原告所说的，对我们台湾民政府所说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哦，很不简单的，刚才看到这个八月六号，大家都要拍手了，对不对？因为美国政府在我们的迄支笔把电家说他自己承认说我不得跟你辩啊，因为美国后尾吼，因私下迄个 CIA 甲头讲啦，伊讲是安奈放弃，我讲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抗辩？伊讲吼，那个辩的较济吼，要是我美国的政策就走出来啊，啊，所以后尾国务伊讲吼，好了，算了，伊讲我啦，迄个人吼已经足清楚啊，卖甲伊辩啊啦，辩了甲美国规个政策拢会妥协，啊，所以宣布放弃抗辩，啊，当伊发到我接到放弃抗辩的时阵啊，迄一天吼。他别讲，我坐伫椅仔顶才三分钟呢，想无咧。啊，美国那会放弃抗辩？啊，不是讲本来甲我讲吼，啊，国家免诉吗？本来伊伫电话呢，甲高电话呢，头一停的时阵拢讲吼，伊袂当甲我告啦，我美国国家唔免防告啦，免诉啦。但好佳哉，两个电话呢，甲高电话呢啊，拢甲伊讲啊，歹势啊，咱甲你告人权哈，所以你爱来。哦，所以电话呢有12次的辩论，啊，高电话呢有10次，啊，拢当然咱拢赢嘛。啊！即马台湾的这媒体啊，中国人的媒体啊，无一个人甲你曝光咱赢，拢靠咱输啦。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宣布 deny， 唔是 reject 哦 ，reject 就是讲驳回，但 deny 就是讲哦，稍等咧，原告你的条件还未创好咧，所以暂时放喺边啊，暂时卖心理。啊！即马放喺边啊，想讲原告还未创好，就烂啦。咱还未有人好通接证款。你总袂当讲我传228买去接证款嘛？人太少啦，啊，所以美国跩甲咱谈判，伊讲啊，当时单期带1000个，啊，即马单期迄1000个，因为600万，所以伊就带1000个，啊，即马呢2300万，安尼你爱带几个？啊，4000个，啊，所以咱就分成4000个，啊，所以即马各位，你国际班毕业，无管你买还是唔啦，恁拢爱来做台湾民政府官员啦，安尼好唔好啊？哎，有真侪人吼会想哦，但是我跟你讲哦，唔是讲你要来做官，你才来受训啊。你听有意思无？你来受训唔是要为着做官哈、啊，迄是本末倒置哦。你是真正爱台湾，所以你来受训的，敢唔是？绝对唔是讲哦，我为着要去做官啊，所以我来受训。No， 迄种的不对哦。我先讲哦，那迄款的吼，后摆咱可能会超过4000的一数啊啦。啊，那是像迄种的，拢甲放喺边啊。无要甲用，
你若有迄种的心态，我们不能用你哦。哦，我先跟你讲哈、哦。啊，恁的迄个毕业证书啊，今日毕业以后哈，啊明不是今日，明仔载毕业以后哈，会分去迄个州长的手头。啊，恁找州长领，像咱像找州长领，你总爱办你的州长啊。因为后摆你若伫地方是州长去任命啊，啊你若中央是中央任命，啊中央会为各州来的警人甲调出来。尤其咱即马高迄、那个高级班毕业以后，咱定中央哦有迄中央政治局甲中央事务局，啊中央政治局的干事长姓连，因暗敢那有课，啊中央事务局的迄个干事长是徐格林，伊拢会去地方哦啊去甲你面谈，啊这徐格林吼、哦、伊真趣味呢，伊甲你面谈的时阵会甲你讲啥，等我甲你头讲啦吼，伊会摕张纸互你讲，你画张图我看卖。我說奇怪，我要做官，我畫一張圖，因為他畫圖，為你畫圖裡面，他知道你的心情，你的心態。那人在那個沒有注意的中間，自己畫那個圖，會表現出你的個人的思想跟那個心態。當然我不是方面專家，人家比較專家，你去就知道，再來，哎，这个、第九点啊，2009年的10月7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本案啊待审，因为美国政府啊，对本土台湾人啊，甲告诉的物件，他不要再抗辩了。啊，刷入去就美国的法院甲要求讲，你美国的行政单位要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依照条约行事啊，所以到今日为止，2009年甲即摆2013年。美国确确实实拢有照美国的法院的判决一项一项做，但是台湾人看无啊！你像讲伊从中华民国军队要取消迄、那个军队的战车啦、啊，即、這个飞机啦、车辆啊，迄、那个 logo 拢甲提掉，无人知影呢。即摆宪兵嘛无去啊！啊，伊就讲奇怪，啊，高阳我都还阁看到宪兵咧，有，甲年底预算开了都无呀！啊，伊明甲你讲，即个无去，毋是讲今日马上无去。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嘛，对吧？啊，咱会使等无？会使嘞，但是袂当等伤久。啊、哦，我阿美国讲不能等太久，那么着急的。啊，美国定那么用这句话给他堵了。啊，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我咱所有的学员吼，你爱去介绍。我看那个目睭那个看，即卖拢全拢较少年啦。拄啊开始的头前第一期甲第五期，坦白讲吼，看起拢。白发苍苍啊，拢白头毛的啦。啊，即摆无同款哦，即摆一个甲看去，我拢少年啊，真好，非常好。你无人讲吼，啊，当然有人会讲啦。啊，我都无钱，我变哪受训？歹势，你若无钱，较慢才来受训。因为咱这个所在是农场呢。啊，有人讲吼，啊，3天2夜10000块有够贵。我本来是安尼讲对不对？但是我迄天伫高雄哦，予咱的同心甲教训。伊讲：“诶，秘书长啊，你无做生意啊？什么3天2夜食十顿，7天7夜食十顿啊？”我讲是安怎讲？伊讲：“我问你咧，人迄农场礼拜一到礼拜四敢有租予人？无呢？啊，无的时阵，咱的工作人员伫替代工作嘛是伫遮呢。啊，你袂当讲人无来就无算呢。所以伊讲，若7天7夜，啊，恁食十顿合理啊？”哦，我一个听哦，我感觉讲人迄真真正正吼有头脑的人啊，那7天7夜食十顿，爱开1万合理啊。所以吼、哦，我即马开始拢改啊，7天7夜，啊，咱若要来7天7夜也可以啦。你卖无？卖无？卖一手？真正卖啊！7天7夜你卖，干那你一个人？哦，安尼哦，7天7夜呢，我不爱。我忝死，我跟你讲实，我不要。你好，你那边有7天7夜，你也开始来上课，上课干嘛呀？7天7夜，哦，3天2夜，我讲哦，实在是足艰苦的。过来，迄、那个第十点哈，啊，根据国际的国际法的规则哈，两点，咱在谈的两点，第一，占领袂使移转主权。第二点，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所以中华民国要就地合法伫台湾啦，绝对100%，唔是讲得到100%，无可能，一定要离开台湾，一定要离开的啦。
啊，这是咱的坚持啦，哈。啊，这一点呢，就是讲吼，啊，受着美国军事政府的委托，吼，代管台湾的当局，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啊，马上就要交由美国军事政府直接来管理。啊，然后呢，看情形以后啊，这个做美国军事政府会交由予咱啊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也就是讲，现主席本土台湾人啊。啊，台湾民政府所组成的这个美国官方已经核准的这个啊做政府，安尼呢，希望咱请咱台湾的同胞啊，大家拢啊共同啊拍拼来共同来拍吧。第十二点啊，啊办理本土台湾的身份证的功能啊，加迄个作用啊，啊第一点就是证明讲你是日本时代大日本的台湾人，啊是伊的后裔啊，爱当确保转型正义。他应有的权利，对你的身份证要用的，伫这个、迄个证明。第二点，证明上少本土台湾人已经知影台湾的国际法律啊的真相，就是日属美战。第三点，持有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可以申请美国军事政府的旅行证件，通行各国，甲美国的国家同等效力。这就是咱这个身份证的用途。啊，这身份证伫今年，咱有派17人去美国的时阵已经有去用啊。啊，用会使用无？会使用，大家拢有证明过啊。不管你是坐飞机，啊，要这个啊做美国国务院、美国的这个国会，通行无阻。啊，你唔相信哦？你摕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你甲试看看会使用无？绝对袂当用。但是咱的确实会使用。哦，这有一个比较，哦，还有一个比较。啊，即摆咱原来甲日本人，原来日本政府咱话你讲啊。希望讲后摆，干那摕咱的身份证，就当直接入去日本。啊，因为咱即摆还袂护照啊，啊，咱有迄张就是代表护照、代表身份。啊，即摆日本政府有已经开始伫考虑啊，啊，这是真好、真好的消息。过来呢，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即个做身份证的迄个晶片啊，唔是咱家己做的，迄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所做的。中华民国的护照。迄、那个晶片，迄个晶片嘛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所做的，迄毋是中华民国做的哦，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做的。所以你甲看，咱用的甲伊用的完全一样。这就是刷入去呢，我这个报纸内底吼，还佫有顶两个代志，就是8月15甲8月16，咱要去日本的消息。啊，这个报名可能已经满了，吼，我唔知影啦。这个，明仔我才会知影讲有满啊无满哈。因为只要找32个和64个，但是12月20日和24日是还没开始报名，啊，你如果那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做去。再来，本来下午要来做西装，啊，西装店的，啊，我们的东西，他说他有事情，所以改做明天，啊，明天中午，在这个地方，在那个交易厅，咖啡厅，啊，要做那个，可以去做西装，我说一次，那是5000块，啊，你若钱交予伊以后呢，伊一个月内底，甲你做遐好，啊，寄去恁家互你，啊，一个月内底，爱交钱吼，交钱了，伊就随甲你做。啊，有话讲哦，啊，你无交钱，无交钱吼，伊甲你留两个月嘛，也袂甲你做哦。你若交钱了，伊才有甲你做。啊，做的是乌色的。啊，另外一个报纸是写讲，9月7日，美国政府有关的单位要替咱办一个酒会。甲办一个记者会，啊，内底有一个重要的宣布，因为美国即摆现主席甲咱讲，咱8月以前啊，爱将咱的政治局、事务局整个中央的内阁名单啊，爱报予伊，啊，所以我伫想啦，我目睭伫想，伫想讲，啊，美国到底要做啥物宣布，吼，啊，我即摆已经看会出来，伫即个6月20日就昨昼日嘛，吼，昨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讲，你若无承认讲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你可以申请放弃。啊，当然，这个放弃以前无要予咱放弃，即马同意予咱放弃，放弃咱就马上变作台湾国籍啊，台湾的国籍就是台湾民政府，即马替美国军事政府伫办的中间。啊，当然，这卖急哈，卖急哈，这可能要等到9月7日以后啦。哈，咱来 announce 向全世界宣布，美国甲你配合，啊，咱的当然，迄个以前迄个样本啊，会造出来。啊，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在那个时候就会造出来，啊，造出来的时候你如果一方面宣布放弃，这边马上保护你，这样呢，咱大家在台湾后面就生活得很愉快，因为这一步中华民国不能给你管，
但是呢，你一样不可以作奸犯科，你别当犯罪哦。那犯罪，咱民政府给你执行啥？鞭刑哦，因为我不爱给你关呢，伊我呢就给你关。啊，你犯罪，我就搁请人给你顾，啊，搁煮饭给你吃，搁起厝给你住，迄袂好嘞，对不对？鞭刑就解决啦，干吼？啊，即马鞭刑的人爱搁带一个脚镣，迄、那个电子仪器，哦，啊就袂走呀，啊袂当讲吼，你若拍十个。但一摆甲你拍五个就好，伊拍六个你会死，我互你死啊！拍歹，甲你讲你转去，甲你搞，搞好后个月过来。啊，你若拍较济吼，你规年痛呢，尻川皮拢在疼。我会上课较正，歹势甲你耽误时间。即摆过莫数的课，来，多谢各位，谢谢。起立。